家好，欢迎来到通过声音说，我是今天应该受众阿 Q。今天带来两首很有爱、亲有爱的歌哟，因为我一直知道我是在啊，总有爱给你，所以就写了多大两首歌哎。多带呢，其实是在创作的过程中，常常听到不甘宁哦，尤其是阿爸阿妹啊，他们在吵架的时候会一直骂对方说：“你多多爱用，多多爱骂街，都在公骂街。”嗯，对，所以就会让我觉得“多带”这个词汇很有意思。两个深爱的人，家人不堪宁哦，在讨论很多事情，想要为对方找到最适合对方的感觉，最适合对方的答案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看好了享受一下这一首都带。当代因为时间是很浅远，当代因为光阴长变迁，当代因为青春也没时光，当代因为时间无法透过来吧，当代，当代，当代是一首动有力量的歌哟。找了很多很多的方法，没有某相同某共用的方法，在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。那其实在这个更好之前呢，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意念，就是三柳黑台词啊，三柳没黑台补充哦，就是头半矮下给听你说哈嘎狗哎，很多台补充土大宝藏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子呢？我想就是像歌词里面描述的。阿爸阿妹，你唔是讲，因为三两黑太刺鼻，三两黑太暴重，看下来享受一下，我嘅太暴冲突。
地的亚贝安家太能歌啊太能骂爱看的你穷哈比哎，人家丢给狗的梦。欢迎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哦！老师，你干嘛？你干嘛要揍你吗？